多位早晨，系啦，早晨。虽然今日个市好旺，但系我今日心情好 sad。我今日开麦之前已经同阿 Gary Sir 讲咗为何噶啦。我决定同你做完呢一集之后咧，我今日唔系我今日个 lunch 我就要唔食嘢，就系为啲仓鼠物哀。Okay. 是啊，这个是我今天的 promise 咁样啦。咁啊，今日恒生指数咧真系好靓仔，啱啱都讲咗啦，就系话哇升461点啊，而家做紧24,585点啦。咁啱啱讲咗嗰个升紧几多点啦？大市成交金额咧几多啊？哦，748亿，咦多咗喎？多咗啊？系咪关嗰啲相关腾讯啊、杂不楞嗰啲事？但系讲之前，我都系要讲多次，大家。早晨，如果有啲乜嘢嘢咧，number 又好，但我哋倾偈又好，跟住想捐钱俾小宝宝都好，咁样都可以随时喺我哋个留言板嗰度咧，都讲下嘢，倾下偈啦。大家都互相交流下心得啊，或者有啲咩问题随时问啦、啊，咁样系啦。咁啊，跟住心情好，磁场好，买股只只都好，系嘛？系嘛？我今日心情唔好喎，咁啊大镬啦！唔紧要啦，心情唔好可以搞翻佢。系啦，恒生指数如何啦？咁样系啦，咁啊嗱，今日咧其实都有个大市咧都唔错嘅，因为佢今日升翻上嚟咧，见到佢喺24,500点呢度咧，啱啱咧就系喺2022年1月13号星期四咧嘅一个阻力嚟嘅。见到咧今日上嚟咧都有啲力气，似乎咧佢又真系想反弹翻上去。咁啊，24,700点咧有一个阻力啦。咁啊，同大家睇翻咧呢个蜗孔系啦，唔系蜗可，蜗孔轮牛症系啦，轮牛症啊，冇错。咁而家就系红牛蜗症啊，红牛蜗轮症啊。咁啊嗱，而家睇到咧。升到去24,591点咧，其實咧就係升到我而家啦個踎屎嗰個位置啊！嚇咁啊，今朝啄咗嘅紅證就唔係好多嘅啫，啄咗大概都係我諗400零。有成600多張啦，而家已經600多張啦。咁啊嗱，我哋如果再進一步嘅話，就係要殺埋咧24,600点啦，去到24,900点。依扎咁啊，或者話依扎咧就真係有肉食啊，真係咁啊，嗰度有成2,000-3,000张。咁啊，所以咧睇嚟咧都係望住依個位去噶啦。咁啊，究竟係今日咧定係留翻？啊，聽日咧慢慢嚟啦，係啦，要殺都唔係一次過嘅、啊，所以啊，所以阿 Sa 又喺度默哀，係啦，但係咧佢哋又唔係喎，好，哎呀，我唔識講啊，留翻3点钟嗰集先盡情講啦，我咁樣，唔緊要，唔緊要，咁啊跟住我就想講，如果我有小珍咁靚就好啦，點解咁樣嘅？因為佢話 Morning Gary Sir and 小珍咁樣，係咩？邊度？小珍有相似嘅地方咁樣呢、這個。哦，係喎，係喎，我叫莎莎，可能你都好少見我啦。Oh yes, oh yes， 係啦，哈哈，係啦，咁樣。嗱，唔係講，唔好講咁多住先。一開頭咧，我哋即刻咧就快啲 call 啲朋友入嚟先啊！係啦，唔該，嗌曬啲朋友入嚟，麻煩啊，撳咗個鐘仔。你個 Telegram 都可以一開講一講先，因為如果大家咧有興趣都想跟實 Gary Sir 聽佢嗰啲股票分析咧，都可以入佢嗰個呢個見面到。理財業師傅這個咁啊，至於點樣入嘅話咧，就去翻佢嘅YouTube 專業就會有下次，有下次，下次有個 QR code 咁樣啊，再唔係 send 翻條 link 嘅，冇錯。嗱，你見到睇下先，今日咧係啊，佢哋你會見到係又中啦，係啊，因為啲朋友仔啦，咁啊成日聽我哋講下啲股票啦，咁啊我哋喺 Up TV 裏面咧，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喂，究竟邊啲咧就嚟有股食啊，就嚟可以即係。開始見到佢哋啦，哇！10% 我又賺咗啊，又話發達啦咁樣。809啊嘛。係啊，咁啊有好多咧都係之前講咗，佢哋今日咧就收成啦，所以咧佢 send 曬啲嘢出嚟啊。809你唔同我講嘅，太過分啦。哎呀，我好忙啊依家。哇！33% 喎 ，why？ 啊，33% 好正常啊，應該補裂口噶啦，佢而家補埋個裂口佢啦，但係唔好追依只啦，33% 好正常，好串喎你。哇，好正常，少過30%。你都唔好聽我啦，你都唔好聽我。都唔即係佢哋唔會 send 出嚟啦。你諗下係咪？太過分啦！咁啊，但係呢一隻點解會無啦啦冧咗落嚟斬倉啊？又係。依只我冇研究過喎，但係佢個你見到咧，佢橫行咗咁耐，突然間上去咧，其實依只咧係睇1分鐘圖揾出嚟嘅。
你看到呢在一分鐘圖呢它突然之間是一個很大的買賣的動力 momentum 呢在這裡，所以呢去到由於呢它跌了下來之後呢正常就已經死了，你看到之前呢心電圖沒有電、啊、沒有死了，你想想它還有輕微的心跳，是啦很輕微，但你去到急症室去這些入 ICU 都搞不定，照瞳孔都是反發眼的，是啦，醫生已經證實了，你看到啦已經是之前已經是certified， 你依一下紅埋添，你見到啦，1月14日13:51，跟住阿醫生已經話certified，嗯，突然之間喺1月18日，喂，佢甦醒咗，係，咁你甦醒咗即係復活啦，係咪？一復活，咁你見到咁多人，喂，個心跳突然間咁強勁喎，咁咪追入去咯啲人，係啦，咁你見到追入去，其實咧依只咧反彈咧，去到而家依一刻咧差唔多噶啦，嗯，因為你見到咧佢。喂，都不是很正常啊，跳下不跳，跳下不跳咁樣咧。嗱，今天呢再嚟多嘢，咁你開始又回落翻啊，所以你而家買入去咧，又是講嗰句，佢個心跳負荷不嚟啊，嗯，即係可能呢啲回光返照嘅嘢，咁啊可能回光返照完之後又死多鑊，揾第二隻咯，所以就所以就係揾第二隻啦。咁啊，所以如果觀眾朋友問下呢只809仲有冇得玩，你夠膽入去玩咧，代表你個心臟好強勁，心臟係心臟，你今日做乜開口及著你啊？真係搞唔掂啊！心臟好勁係啦，呢兩日太好多嘢就做到個人癲。揾第二隻啦，我哋不如揾第二隻啦。今日其實有好多都仲有啲推介，係啦，即係唔係推介嘅。有一些我看到這個跡象都是湧下湧下，因為我看到昨天、我有看你 StopBuddy 的個 website， 跟住你的 StopBuddy 那裡就有些不水流向、啊、或者是近排、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這樣說，可以關注的板塊、啊樣嗯、就是內房是深綠色的，我看到是沒錯很綠的那個，是啊是啊沒錯，是沒錯，所以就是想跟你說一下、內房股、啊、但是說之前就都答一點問題先，因為 Andy 也有問、啊、就說啊419和这个1296、因什么事停牌呢，这样那跟着、怀疑腾讯呢就怀疑找不到那个、黄山、啊、所以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都要等公司公布内幕消息，不是、公布个消息为什么的，这个第一啦，第二就1296、1296其实昨天呢、是升了 40% 之后就即刻停牌，就说有个潜在交易在这里，那我就看一些、评论区啦，就说、啊、难道他私有化又好像不是、哦、因為你內幕潛在的交易會是有些什麼呢、嗯、我想 Gary Sir 也講一下這一隻看看開之前的人怎樣部署、其實呢他又寫呢、今天、這個附圖裡面的消息呢就說呢是他有一個潛在的內幕交易，是關於收購和合併的，如果他、講到這裡，因為、收購和合併他的、法例的章法呢就不同M&A 就分開兩邊嘅、可能咧佢而家講咧唔係一張真係嘅公告嚟嘅，真真正正的公告咧都要等佢啦發咗出嚟俾我哋睇咗，我先至了解到。不過咧，你見到這隻東西呢只嘢咧就好得意，又係啦，我當一個短炒嚟睇佢。喺、之前咧9月3日嘅時候咧，見到我都畫咗兩個圈，其實之前啲人已經問過啦，咁又話咦有兩下喎、谷咗上去喎、阻力位喺邊啊？阻力位咧就喺0.73度啊，咁啱咧，尋日咧就去到依個位咧就停低咗啦，好、明顯咧依件事咧就醖釀咗咧，唔係今日發生嘅事嚟噶，一定係喺9月尾啊10月嘅時間咧已經喺度發生緊噶啦。嗱、你見到當時咧的而且確咧。又係喺度咧，即係講緊啦，點樣轉人啊？嘅股權點樣變動啊？當其時咧已經喺度有依啲咁嘅消息出咗嚟啊！咁你見到啦，喺9月15日嗰度咧，佢就咧已經講緊啦，附屬嘅農園環保啦，與南方匯通咧簽署嘅策略合作協議啊。其實咧都係好講好多關於啊合併啊或者係收購嘅一啲消息出嚟嘅。所以咧佢由當其時升到上去0.78。呢個算唔算啊？作價3.2億呢一個？都係嘅，因為佢唔佢依個係受國。叫做咧作價3.2億人民幣，受咧國能信控49%，咁依個咧佢就係賣出去嘅。但係我哋頭先睇嗰個咧就係依個，係，哎呀飛走咗添，係依度，係，冇錯係依度啦。咁啊就係11:00-11:30發出嚟㗎啦，就係一個合作喺度。嗱，好明顯咧，其實佢就將佢哋嘅合作協議咧就跌咗落嚟嘅，就慢慢再傾啦。好啦，去到今日啦。現在你突然間、又說有消息、情況好像很相同，
其實咧就補翻咗跌落嚟嗰陣，咁你咪跌落嚟嗰陣，咪即係又係收翻啲貨。而家又去翻呢度啦。好啦，預計上咧咁啊，突然之間有大增啦，成交額一啲都唔少，有成5300万啦。咁啊，睇嚟咧一開始嘅時候應該都會夾一夾。係啊，除非一個係啊禍咗嘅，禍可咗就冇辦法啦，係咪？禍可咗就係啦，禍可咗咁啊即刻走啦，係咪？咁如果佢要夾上去嘅話咧，咁啊真係要睇翻究竟呢個deal係咩嚟咯？咁我哋先可以決定到。不過咧，依只大家就要入嘅人都入咗啦，入咗啦。未入嘅人，你又睇下夾到幾個，一夾夾一倍嗰啲，你就唔好諗啦。我唔追啦，如果係咁樣，我驚佢一嘢就啲人獲利啊，就即刻走啊，就炸散你咯，係咪？咁啊，所以我哋要睇嘅時候，其實依度已經可以配合到啦。咁啊，當其時咧，你可以睇翻。有乜理由高位搭到落嚟四毫二仙半，但係都冇乜成交，即其實都係醖釀緊一啲嘢。咁啊，有好多聰明嘅人咧，都已經喺早期嘅部署咗啦。咁啊，所以都去到依一刻，你買咗嘅。咪就係睇食花生咯，等開户嘅啫。睇下佢出個公告係講什麼啊咁樣。係啦。咁你睇下你哋想我哋講個內房先啦，定係答你哋啲問題啦？咁樣我估佢哋都係想答問題。答問題啊啦，嗱好，即管咧就問啦。咁啊，一開頭嘅時候嗱，又係講嗰句，而家咧就係400多人，咁啊叫多啲人入嚟啊！最緊要係subscribe channel 係啦，然之後 like 同埋 share， 最緊要就係。如果殺手揾得好嘅，打上，唔好打上呢一度啊，攞唔到啊，咁樣加唔到人工啊，咁要封翻。可以打上俾 Gary Sir， 跟住我屈佢請我食飯。係嘛？喂，我已經買，你知唔知我有利是封啊嘛？睇咗，我深深買咗啦，已經。係，我準備咗啦。嗱，觀眾朋友，你講嘢講得啱聽啊！你額外醒多幾封俾我，唔該咁樣。照上嚟攞利是夠膽你又嚟。係啦，咁啊，跟住好啦，開始答你哋啲問題先啦。如果冇曬問題，我哋先再講啲內房啊，睇下 Gary Sir 有啲咩睇法啦。冇問題啊，我都驚。都唔夠啊！而家20分鐘，琴日俾人話廢話多，而家即刻嚟啦！咁啊，2340咧，佢就話開會派5.9毫息，成70厘 question mark 咁樣。係依度。係啦。啊，睇翻入圖啦，係咪依只2340啊？嗱，睇翻個資訊。係啊，係咪？係啊，2340啊嘛，佢話。我冇打錯啊，2340。冇啊，係咪打錯咗啊？可以睇到噶嘛，係嘛？好啦，唔緊要，我哋可以再揾第二隻先。嗱，我想啊 ，CN， 你話一話俾我聽，係咪講2340呢一隻先啦？咁啊，JW 早晨啊，咁樣，然後咧就係澤股講佢自己講揸咗只嘢啫，咁啊食到早餐啫，都係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咁樣。9992，係9992 ，Your favorite，Yes， 嗱，記得咧，我上次都講啦，嗱，依只係我下一年裏面咧會密切監察。下一年定係今年啊？2022年，即今年。虎年，所以寫了個徽章嘛。咁我嗰陣時我都講過啦。我畫咗條線喎，呢條線我成日都講嗰句。我哋要嗱入咧就入咗好多水噶啦。咁但係咧，我哋要知道究竟嘅成本價喺度。哎呀，係咪衰咧？同你講多兩句咧，本身諗住40元又就一轉又入一轉噶啦。而家同我講兩句，你真係你條友，你咁樣講嘢。因為今朝咧插落去咧已經係去到好低。即係諗住係入多一轉。今朝係直情係短炒格局嚟噶，哦，啊一陣間先教大家點睇啦。你做咩唔 setting 嘅？做節目啊嘛。哦。咁啊嗱，點解會咁講咧？其實我之前一直都講啊，依幾隻咧唔需要咁急住買嘅。係。而我畫咗三條紅線俾佢嘅，三條綠線俾佢。你今日做乜事？係啦，咁啊，而呢三條綠線咧就係佢現時咧最大嘅阻力位。係。我每一條我都畫得很清楚，每一次一掂到咧，佢就彈翻落嚟嘅。我哋要真真正正買佢咧，啊泡泡馬特咧，起碼要去到48元、49元以上咧，係先至係一個安全嘅位置嚟嘅。咁至於點解咧，一陣間再講啦嚇。嗱，但係你會見到咧，琴日咧，都係一樣，升到去依個位，咦跌翻落嚟喎。其實咧有跡可尋嘅。嗱。我哋成日都講啊，畫埋個圈俾大家，依度一個圈，啊，依度又一個圈，啊，好，跟住隔離依條線咧，又係一個圈喺度，啊，跟住今日啊，唔係前日有一個圈，跟住依度咧都係一個圈，其實連續有咁多次試依條線，都係唔穿嘅，
證明了什麼呢？證明在這裡的阻力非常之大，嗯，但是當它一聲穿的時候呢，也都是告訴大家所有的阻力呢已經消化了，是是，但是由於去到這一刻，啊，它都是沒有能力這樣做到，所以不應該這麼即時呢就立刻衝進去的，嗯，第一個問題，嗯啊，第二個問題呢就會問到為什麼這個阻力位會咁大咧？其實咧，你可以睇翻Circus 裏面咧，你見到近期咧入咗好多錢落去嘅都係，但係咧亦都係有好多唔係北水嘅人咧喺度沽緊啊。咁所以咧，你係唔可以咁快咧就決定，哇！依一隻咧係一個升勢嗱，尤其是咧係而家大市啊，唔係一個叫好暢旺嘅時間。咁啊，雖然今日就做好，你話啊唔係喎 ，Gavin Sir 今日升咗500多點，你睇下之前幾日先啦。上下落下上下落下，冇錯，你而家係去到一個臨界點，我哋叫做可以破位。今日其實破咗個位咧，意味住咧恆指咧係可以向上啊，同油啊最近嘅走勢其實係好相似嘅，開始咧就向翻上，但係咧我哋依靠嘅就係究竟有冇水入嚟，即係個成交額度夠唔夠啊？咁啊，而家咧你見到啦，今日係做得比較好啊。如果可以 keep 住一個禮拜恆指，我講緊 keep 住一個禮拜咧，咁佢會做好。咁好啦，但係而家講緊嘅泡泡瑪特，你暫時都叫做係全年裡面啊，由上年至到今年嘅低位啊，你點能夠一下你又覺得哇依只咧已經轉曬啦，重新做好咧？要慢慢咯，係通常唔聲唔聲，逐級逐級向上，跟住等多啲財言啊，或者出邊坊間嘅人講話，哇好似嚟料咯，又翻嚟咯，先至有個勢頭咯。好啦，嗱咁嗱，再講啊，點解頭先我話咦跌到差唔多？其實今朝咧係跌到去差唔多。7%+ 嘅，好啦，我哋睇翻一分鐘圖咧，會知啊，見到佢咧今朝沽落嚟咧係有啲唔係好理性嘅嘢出現咗啊！嗱，見到佢今朝咧急跌啦，係咪1月20號咁啊？哦，嘣一聲跌落嚟，所有嘅成交量咧集中曬喺前面嘅部分嚟嘅，係喺而家依個位置嚟嘅，跟住咧可能依度開始少少升啦，但係咧我都確認唔到喎，但係你見到咧升完少少之後，佢咪即刻回落翻啊？係。成交量縮翻細，即係話去到依啲位置咧，沽壓已經冇再出現啦，嗯。大概係幾時咧？嗱，就係依啲位啊嘛，冇曬成交啦嘛，啊喺依度啦。咁啊，依嗰陣時就係大概10:51，即係頭先咧，我同你喺出面吹緊水嘅時間。誒啱啱好啦，就係大概咧40蚊嘅位置。係。其實咧。已經慢慢開始做翻好啊！咁啊，而家短炒咧，其實是一個幾靚仔嘅時間嚟。但我想問你一樣嘢，我點樣先至可以避免到咧呢一段時間唔俾人 fit 入去嘅？點樣避免唔到？避免唔到，即避免唔會入咗去。係啦，點樣可以避免唔好俾人 fit 入去？其實咧，你見到咧佢跌落嚟有咁大嘅成交咧。如果你是短炒的話，其實你好應該用5至10分鐘為一個基準，是即你要看一隻股5至10分鐘，你才決定到究竟它沽壓完了沒有。如果連續10分鐘都沒有人去留意它，你就會看到好像這些你是很低的嘛。你問我低到多少，每一隻股不同的，嗯，但是你可以跟之前的10支去比較，嗯嗯，你比較完之後你一定分到哇現在很多現在很少，啊，你不能夠你用騰訊那支棍又跟世界股的棍去比嘛，嗯嗯，所以你就要用這些大概的數字，因為呢真真正正你話要很準確很準確的話呢，你不上堂是學不到的，是明白的，所以大家可以報班的這樣，開頭就是3000多元就會有一些基礎班，嗯，這樣可以聯絡一下 Gary Sir， 咁但係咧，如果譬如我當話出咗嗰兩支，我話避免俾人 fit 嘅嗰一支兩支棍啊大棍，咁啊應該係 suppose 要等多一陣睇清楚佢係咪真係沽壓完啦，先至再睇。如果你話你講緊綠色依兩支棍啊嘛，係嘛？綠色依兩支棍咧，由於係收尋日嘅15:55啊，我係唔會即係如果你做短炒嘅話咧。是不會在美市喺美市入啦，亦都唔會過夜，嗯，因為你如果你過得夜，你就預咗係面對一個風險咯。我哋如果面對依啲風險嘅時候，點解你又會選擇喺美市入咧？嗯，即係依個係好不智嘅一個決定咯。短炒嘅操作手法就係唔好過夜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啱啱其實有個朋友佢問呢一隻泡泡瑪特咧，因為佢話佢43蚊有貨，嗯，應唔應該止蝕？咁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幾好嘅 point 咧，就話其實應該係48蚊。到
衝穿咗啦，先至可以睇睇下位入下就會舒服啲啦。咁而家其實$43咧都係比較籠嗰啲位置。應該咁講，究竟呢位朋友嗱，你話你$43一定有啲原因啊。究竟你係想儲貨嘅性質啦，抑或係短炒嘅性質？短炒咧，我話俾你聽，你就好走咗去啦、嗯。因為短炒講到明啦，唔過夜噶嘛。今日我如果我預即估佢反彈咧，都應該大概係42.幾啊，$43咧，佢又會停噶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喎？我分小注入的、嗯、我目標就是要入到有成30,000的、嗯、$43我又覺得 OK、嗯、因為你我會選擇就是再跌幾多個百分比才會再入的嘛，那你再跌多 10% 你可能已經是$38了，是即是可以看你那個操作啦，所以阿 Quark 你可以答一答29 Quark，如果你答到我的話，我會立刻 Q 翻你嗰個問題，話翻俾 Gary Sir 聽嘅咁樣。咁啊，普普馬特就差唔多啦咁樣。咁、嗯、另外就3899 Please 喎。啊，依只講咗好耐啦，你見到咧？之前呢其實我們都畫過一條紅線，它也是到了步的了。是幾時呢？很久之前我記得12月16日、啊、當時呢就是11.5就說、會去到11.7，是那要過的話過曬㗎啦，見唔見到啊？喺、去到1月3日已經係見到頂12.6啦，嚇、啊，跟住咧佢係已經跌落嚟，跌穿咗曬啲位置㗎啦。而家你話佢嘅問題係再入定係咩啊？冇講，冇啊，please 咋？哦、please， 咁啊，我話俾你聽，現時嘅位置咧已經係跌穿咗佢嘅支持位咧，佢就會尋下一個支持位。佢、嗯、要跌到落去下一個支持位，大概係9.9，即係10啦，10嘅位置噶啦。咁啊，你而家見到佢咧應聲啊倒地，咁所以咧唔應該咧就去持有啦。有嘅其實我都覺得你應該要斬咗佢噶啦。咁、嗯、啊、嗯，我哋自己嘅 target 咧就已經到咗啦。咁啊，畫咗條紅線咧，亦都有曬日期咧，去話咗俾你聽。target 到咗，咁啊，佢一回嘅時候，我哋就會收手噶啦。嗯嗯，好，咁啊，跟住要跳一跳，有個問題咧，就係話3XXX有基礎班 PM please 咁樣，咁啊麻煩你自己 PM 翻阿 Gary Sir 嗰邊嗰個 assistant 啦，咁你可以去翻佢嘅 YouTube 嗰度咧，有個 QR code 噶，你就 scan 個 QR code 啦，好唔好啊？咁啊，跟住就另外跳一跳先，855啊，中國水務啊，因為好耐之前我已經講緊呢一隻中國水務咧，我覺得嗰排都冇人講啊，係。完全覺得水是炒不起的，咁啊點知又炒咗上嚟啦，而家開始逐漸多了一啲坊間有啲人講下呢只855啦，咁跟住呢個 P 牌股後啦，就首先早晨先，佢就話咧發咗一個1.5億嘅美元優先票據，用作債務同埋營運基金嘅，咁而家買貨有冇前景呢？我覺得唔應該而家買嘅，因為今日出咗一個比較麻麻地嘅信號啦、因為佢今日咧跌穿咗1月11日啦。依、這個低位啊，咁啊依個咧本身就係個支持位嚟噶嘛，你見到咧上一次掂到依個位咧就開始反彈，但係今日咧啊去到而家啦1月20日啦，見到佢跌落嚟嘅時間咧，有一個好大嘅成交額喺度，咁啊所以我覺得咧係需要咧避一避開佢，嗱至於佢之後會唔會升翻上去咧，咁啊之後嘅事，但係今日咧就話咗俾你聽，今日有啲危機啊。所以去到而家現時呢個位咧，我覺得會選擇離場，直至咧等佢升穿翻呢個10.7咧，我先至會考慮咯。嗯嗯，咁可以睇一睇。咁啊，跟住有 Connie 好醒啊，一次過問3、4、5個 number。耶！係啦，答到幾多得幾多啊？咁樣2269先啦，2269就80.6，佢就有貨係啦。藥明生物我其實唔係咁睇好住嘅，因為佢喺89咧，佢本身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即係阻力嚟嘅。咁佢咧升穿咗啦，原本，但係而家咧就俾人壓翻落嚟咯。咁我覺得個趨勢咧都係似向下多過向上嘅。咁、我都會避一避個風頭先。係，咁啊，另外好多啊，2269之後就2500啊。放心，2500.28.9。又係依啲 B 仔涼粉啊！係啊。同股不同權咧，就係、最驚就係依啲啊！因為咧，如果 A 佢哋一跌落嚟嘅時候咧，依、這個係會加深佢嘅跌幅喺度啊！咁啊嗱，第二樣嘢佢嘅趨勢根本就唔靚啦！咁啊，你話
點解咧？其實你見到咧，佢一個小嘅小嘅斜線嚟嘅，阻力位係喺31蚊，而家係壓咗落嚟啦。咁啊，如果佢要上翻去嘅話咧，佢起碼都要先過到先咧，就要跳到上去呢個28.5呢個位先。咁啊，28.5咧，佢就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噶啦。咁啊，而家佢個形勢都係向下，我都係唔會 keep， 亦都係唔會買嘅。係咁啊，另外仲有9868啦。9868小排汽車，汽車類最近的走勢麻麻地，係成個板塊都不好啊！嗱，咁啊，睇下你點睇啦？你究竟是慢慢想儲上去啊，抑或係短炒啊？咁啊，又係講嗰句長揸我不建議，因為我覺得需要留錢去過新年，咁啊過到新年先至係開心嘅。咁啊，依一隻或者係汽車類的股票咧，我都係唔會在短期裡面買進咯。佢就係182.7有貨，咁而家爭少少啫，好走咗佢啦。係咯，唔係同埋點解唔買美股咧？如果小鵬汽車壓住曬，因為冇美股户口。哦，嚇開又係，我幫佢答咗。OK， fine 咁樣咁樣嗱，我答完，我哋呢一邊其實都我哋呢邊都仲有問題，但我想照顧一下 Gary Sir Telegram 嗰啲朋友。好啊，依邊又有係啊，咁我都想講一講啦。哇，又係176啊！系176，我記得你講過嘅。系，佢自己都答咗啦，係咪慢慢等？跟住我又係講嗰句啦，176咧，因為之前咧，我哋講緊咧，佢已經跌穿咗嗰條線咧，其實我哋係需要走一走嘅。咁啊，但係咧，嗱，記住啊，觀眾朋友，我哋咧唔係24小時咧可以做到節目，同埋未必可以即刻答到大家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呢啲位咧係需要自己咧去留意住啊！咁啊嗱，記住呢條線咧，本身咧就係喺0.054上面咧。咁啊，佢會唔會上去？上啊，實上啊！不過時間性，你想唔想等啊？你唔佢都唔急住等咯。係啦，唔急住炒。如果你唔係短炒嘅話，咁我覺得，咦，你又有心機啦，你可以等一下呢只，因為佢未真真正未翻上到去應有嘅位置嘅，我好肯定，因為佢而家市值咧。是9000多萬，是啦，一定就未到了，但是他是不是急於一時要即刻反上去呢？我又見不到有一個這樣的急切在這裡。好了，第二隻第二隻他吃了糊了，應該都是我的 group 的朋友來的。第二隻是哪一隻？1796嗎？1796是的。1796見到了，今天去到過7，target 呢就是我 set 了就是過8的，記得的話呢就是1月14號的時候說，1月14號嗰陣時咧，過6升到去過8，咁啊可以睇到啦。我每一次咧，我都會 mark record 嘅。咁啊，今日咧其實就到咗 target 噶啦，嚇回咗落嚟。點解呢？如果你過6嗰次去買嘅話咧，其實你應該先食咗先，食完之後咧再諗。咁因為咧，去到而家依一刻咧，開始咧要入翻去短炒嘅毛裏面噶啦。你睇翻短炒嘅毛裏面咧，上到去過8啦，而家回翻落嚟，開始咧就又係咯，冇乜成交，又醖釀緊第二次咧，佢即係要儲翻少少能量咧，先至可以再衝上去嘅。嗱，咁你可以睇住一個位啦。如果佢真係可以升穿到而家1.74依啲位置啊，係啦，1.74啦，你見到而家有16K喺度，其實就好少錢嘅啫，依度係30000多元嘅啫，所以咧佢要行上去機會咧都係大嘅。不過你話睇下你心唔心急啊？唔心急，我覺得咧係繼續揸住佢咧，就會食得多啲嘅。或者我又咁講啊，你喺低位，因為有好多啲同學啊已經喺好低位買噶啦，咁啊食咗一半先啊，你見到啦喺度。溝低咗個成本價先，係啦，咁再慢慢還上去，已經係非常之正啦。去到而家呢個位咧，其實你見到咧喺呢度出現咗價量齊升嗰陣時買嘅，咁啊阿 Sa 都好貼噶嘛，好貼嗰啲嘢噶嘛，所以佢哋一講嘅時候咧，我已經話：，依只行得噶啦，跟住佢哋已經買咗。其實咧，去到依度咧，已經係執咗唔少噶啦。有時你未講行得就已經買咗啦，佢哋。你真係好鬼心急嘅，所以我又係我哋就唔會話啊邊個價買邊個價唔買。如果唔係咧，大家踩個價買咧，永遠都推咗。係啦，咁樣跟住走又真係有啲大鑊嘅咁樣。但係而家大家睇下啦，個操作搭多一兩條線先再講內房啦。好啦，809頭先講咗啦。1987今日可唔可以1987？我覺得唔使睇啊，我唔會入噶啦，因為去到而家依個毛裏面咧，我覺得都係似係
炒炒地咁樣咯，即係你仲要回得咁快，你睇翻張一分鐘圖咧，哇！一扯完上去即刻回落嚟冇曬成交，我覺得好危險啊！呢件事咧好唔同之前已經好唔同咗啦，一啲都唔 secure 嘅，咁所以咧我就唔會考慮住。咁啊，另外我想答阿 Sandy 嗰個咧689咧呢個可唔可以？哦，689 Sandy Low。系啦，咦哈哈哈都喺个 group 度喎，原来系好多人喺度个 group， 曾经都喺我哋 Up TV 个 group 嘅，系嘛 ？But 哦，系啦，走咗，唔紧要。咁啊，跟住，因为点解我会想六百九啊？系啦，呢一只，因为我见佢好似都喺呢度有问过啊 ，Sandy 系啦，咁都可以帮佢答。佢话现价可唔可以入啦？现价咧，你要睇住一个位先啦。我觉得呢个位咧系几大嘅阻碍嚟嘅，0.033。咁啊，第一，如果你要睇住呢个位咧，其实你会见到啊，0.032嗰度咧有11秒喺度咧顶住咗啊。第二咧，我又想讲一样嘢，其实你买呢只股咧系一只几高风险嘅一只股票嚟嘅。由於依只係超仙股啦，已經去到，即係話佢可以跌嘅空間咧，仲有28格，咁佢咧就已經跌到係已經係最低嘅位置，冇得再跌嘅啦。咁所以咧，依只股票係咪值得你去參與？你見到今日升咗4格咧，已經升咗16% 嘅。咁我覺得依個係都係一啲屬於超高風險嘅股票啦。咁啊，你買嘅時候咧，你就要留意。咁啊，我只能夠話俾你聽咧，佢現時嘅阻力位咧就一定喺0.032上面噶啦。咁啊，升得到嘅話。有機會上，不過既然是咁高風險，我就不會博嘅。玩第二啲都係，咁另外問埋只716先，因為716都是我愛股嚟嘅。正。咁啱佢又問起喎，咁佢話1.21 keep 唔 keep 喎，咁樣。keep 繼續 keep， 點解唔 keep 啊？點解咧？我又覺得一樣嘢啊，咁佢即係唔好估只股票，即係其實點解佢會咁問咧？好明顯就係因為佢高位追咗，因為買咗咯，買完之後跌落嚟。冇一隻股票咧，係急一個好長線咁樣突然間升上去咧，而唔跌翻落嚟。好啦，第二樣嘢，如果你當其時去揀呢只股票嘅話，呢只有翻咁大嚇，咁大嘅 size 喺度，咁你係咪諗住揾佢嚟做短炒咧？唔係個，應該就唔係啦。我都幾睇好呢間公司嗰個爆發潛力。Exactly 咧，既然唔係短炒嘅，你點能夠一日喂唔得啦？一個2.1上到1.22，掉翻轉頭落嚟，驚啦！你高追梗係驚啦。所以你係嗱買入嗰下咧，你就已經要話俾自己聽，究竟你係咪睇好啫？即係如果你見到佢話冇啊，佢而家係升緊，所以買嘅，咁你真係咁就要沽喎，因為同你嘅諗法好唔同嘛。你升緊去買就係想佢升，跟住然之後佢唔升咪咁冇咗你之前嘅誘因啦，咁咪要走啦。但係如果你係講依只股，本身的質地是潛在著未來的數個月他們的盈利啊，和他們的倚靠啊，都因為是供求問題繼續保持向好的嘛。那其實1.22、1.21，甚至乎你說去到1.25你才買的，其實都繼續是向好的喎。我不覺得因為今天跌了，因為跌了一點點，其實都不是今天，是因為早幾分鐘之後被人壓了下來，然後你又覺得它不行的。那這個就不是一個我們叫分析的策略，純粹是一個賭博性質咯。因為同埋呢，我就是見它呢裂口那裡呢，基本上你看兩個，這個是一個日線圖來的，第一個裂口位呢其實都是沒有補過，第一個裂口位6.1是啦，冇落過去根本就係、是，然之後咧咁啱就係呢一啲位咧，全部都係喺裂口嗰個低位嗰度咧，一路都係支持住上去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只股係仲有一個爆發力喺度咯。你覺得我呢個睇法咧有冇啲啱與錯咧？我覺得可以加多一樣嘢叫圓滿啦。就是它的成交量根本就沒有沽壓，你看到今天的成交量是雖然跌了 3%， 它都是600多萬，但說到升上去的時候是8000多萬，即是10倍，即是你現在的沽壓都不多，證明這隻東西其實很多人都喜歡它，600多萬，但成交是8000多萬。你說1月17日升上去的時間是有8136萬的成交金額，好了，而今天跌下來呢只不過是600萬，係啦，咁即係話，即係你
睇 fans 都係嘅啫，有8000多萬人中意，600多萬人唔中意，算係咁啦。係，總會有人唔中意嘅。總會有人唔中意你嘅。係，咁所以我就比較中意啊716啊，其實之前都好耐之前繼續 keep 住我初衷咁樣。另外就我哋不如講下啲內房先啦，因為咧我琴日都頭先都有開麥嘅時候同大家講內房咧，我琴日見到啊 Gary Sir 有個 program website 啦 ，Stock Buddy， 咁咧佢就會有啲北水嘅資金流向啦，同埋熱炒板塊，咁我真係要睇一睇，呢個嘅 Stock Buddy 咧，深綠色嗰、那個欄目咧，就係內房啦。你睇幾多日啊？係近期一日定係7日？我係睇近期喎，應該。OK， 等我開。所以上邊嗰個 column 你開翻出嚟，我就知道我自己撳咗啲咩噶啦，咁樣。係啦，北水排名啦，同埋北水嗰個資金流向熱炒板塊，跟住咧我就係啦板塊呢、這個。Good， 系啦 ，very good， 系啦，好近嘅 ，yes，and then 就见到呢度，见到深绿色啦，可唔可以帮我 highlight 啊？嗱，呢个一扎，系啦，可以督入去噶，就系见到深绿色，跟住我见到，咦，碧桂园咁样，冇错，琴日已经系深绿色噶啦，咁跟住我就谂住，今日会唔会都有个升幅喺度咧？点知又真系有喎，咁样，就想阿 Gary 讲下内房板块，点解 Stock Buddy 咁？咁得意啊！係啦，咁勁可以咁樣一睇已經睇得中咧。其實佢唔係睇中嘅，又唔可以叫睇中啊。即係 check 佢會見到個水個數據就話俾你睇，啲人就入咗啲水落到去深綠色嘅地方。而深綠色今次咧俾大家見到啦，就係碧桂園啦。嗱，依啲都係啊，金科都係今晚都升得好勁啊，世茂都係啦，依幾隻都是深綠色的喎，咁啊為什麼我都之前講過啦，上一次我同Leo 做節目的時候，我都講過話，其實有幾樣嘢我哋係要留意嘅。新年之前，第一就係內銀啦，內銀因為通常喺過年之前咧都會放寬一啲嘢，咁但係我覺得今次應該係會過年之後啊嘛。點解咧？就係因為依輪大陸嘅疫情啊非常之嚴重，咁啊所以咧，我覺得依樣嘢會壓後，但係唔會取消嘅。咁啊，所以第一樣嘢就係內銀如果放寬咗，可能係降準啦，或者係或者其他啲嘢啦。咁啊，佢一降準。降準係啦，降準之後咧，咁然之後，咁佢哋就多咗啲錢啊嘛。係。咁啊，第二樣嘢就係講緊佢哋嘅房地產啊，房地產佢哋又講緊想掹嗰三條紅線走。好啦，如果係掹咗嗰三條紅線走，又有錢多啊，會落去邊咧？咪就落到去啲房地產啦，內房股啊第一個板塊啦，跟住就係佢哋啲服務股啦，即係啲租貸啊嗰啲啦。咁你見龍頭？嗰幾隻嘅碧桂園啦、龍湖啦，其實佢哋都升得好誇張啊！嗱，而家大協到咧873啦、813啦、世茂同埋世茂服務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升勢嚟嘅。咁啊，我覺得依個升勢咧可以 keep 住。咁但係你話係咪而家依一刻入咧？我同頭先嘅方向都係一樣嘅。我唔會坐一啲大價股喺新年之前已經做決定嘅。但係我一直我都有講啦，就係6098咧，啲人話我公開表白啊嘛，同阿太子女。係啊，點解咧？嗰次我同阿小珍喺度做節目，跟住我又話我真係好中意佢個太子女。係，我好中意佢太子女。我中意佢太子女。你咪喺嗰邊做節目啊？喺呢度。我唔記得咗。嗰邊。嗰邊應該都係嗰邊做隔離台啦。係啦。咁我就話啦，點解咧？因為佢嘅決斷能力好高啊。哦。同埋佢應該背後團隊好聰明。佢一直 keep 住跌落嚟，一路都收緊貨。咁而另外一樣咧，就係佢喺嗰段時間咧，就係收購咗富力地產。係。啊，咁依兩個動作話咗俾我聽，佢係一個好，除非一係咧就係佢真係傻嘅。嗯。咁我又唔覺得佢真係傻啊嘛。係啊。第二就係佢嘅決斷能力好高，喺一個咁高風險嘅時候 ，tick 咗一個咁嘅 offer， 去收咗富力翻嚟，其實係壯大咗自己嘅勢力之餘咧，佢而配合到嘅就係一啲財務嘅技巧啊。佢當時係發咗債啊，喺咁高風險低息嘅情況發債，攞咗錢翻嚟。然後去部署定咧，喺未來真係一個大升勢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投入好多資金啦，同埋可以做好多收購合併嘅動作。所以當時我係講我好欣賞佢背後嘅團隊啦，咁啊去做依樣嘢。咁但係我都話未入住啊，因為我見到佢哋入貨咧係 keep 住自己慢慢入咗好耐。咁啊而家啦，你去到咧你見到我畫咗兩條紅線啦。第二條紅線在54元上面的，即使它今天反彈上去我都是不會買住，我都要等到它確認了它真的哇，這些東西呢
開始向上升咧，上翻去$54樓上，我先至會係買佢嘅。咁你見到啦，其實佢由$85跌落嚟噶嘛。嗯。咁你而家你要重拾升勢，你係咪第一步你就要脱離咗佢之前嘅壓力位？你見到之前嘅壓力位就係呢啲位置咯。係。嚇、啊，佢哋其他人就係頭肩頂啊嘛，嗯、但係我就純粹睇阻力嘅啫。好、嗯、明顯呢個阻力咧，最大嗰下就係喺$65。係。升得穿$65咧，一定係繼續向$85挑戰嘅、嗯。但係我都覺得係唔需要等到$65啦，可以等到$54啦，或者$55咁上下嘅位置。依條咧已經話俾我聽，其實佢已經進入直道噶啦。嗯，咁我就會喺呢度先開始啦。但係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聽，過咗新年或者係第一季咧，你一定係內房同埋內銀咧。依兩個板塊裏面一定要及住，如果唔係你會錯失咗第一個翻身嘅機會。嗯，咁啊，另外仲有邊一隻內房，我哋除咗逼服之後都可以留意一下。960龍湖，係你見到啦，嗱，依、這個咪就係頭先佢比頭先只6098好嘅地方。嗯嗯，就是、本身佢係要挑戰阻力，頭先咪54嘅，但係你見到咧，最近期其實而家佢已經挑戰緊啦。係，你見到我都係畫咗條線喺度嘅。上埋啦，系啦，已經係上埋去噶啦。佢而家要挑戰嘅就係第二道防線啦。啊，第二道防線其實就好近啊，依個位置咧$46嘅啫，好快就到。你見到咧依一陣咧，由七月中啦至到而家，成交量係大增咗啊，係咪、嗯？下面好明顯啦，大家一齊都會見得到啊。係，而依個圓底已經做咗出嚟啦。咁加上咧，佢今日咧亦都係破咗我條線啊。依、嗯、條線我幾時畫嘅啊嘛？俾大家睇下先。啊，冇寫到，但系咧，我哋又話 target 咧要去到$55啦。嗯嗯。咁啊，而家咧就係要向上衝噶啦。咁所以咧，依條線咧，應該就係而家依一刻啦，你哋要面對緊嘅挑戰咧，就係$44啊，$45嘅位，好快亦都係會上去。你見到今日嘅半日嘅成交量咧，已經好充足嘅。係咪少少錢已經可以扯兩個價位上？佢依個就唔算細嘅錢咧，因為咧其實咧佢都有成4億幾，我如果有4億就搞掂啦。咁跟住另外咧，奇雲基金佢都係講啦，3883啊，中國澳元啊，咁都係一啲內房股啦。係啦，地產股嚟嘅，咁然之後咧都係講緊話而家嗰個價咧咁殘啦，咁啊開始搞重組，咁、嗰個直播率係咪反而比較高啲啊？博佢嗰個升幅大啲咧？我覺得我唔會博依只啦。嗯，第一佢下降嘅趨勢，係佢依個下降趨勢得嚟咧，成交量已經大咗啦。係佢要收復翻之前嘅股票咧，即係回復翻慢慢升上去嘅階段咧，似乎都仲有一段距離啊。喺依啲時間我唔會博住咯。At least 佢真係。轉咗上去下一條順勢嘅軌道咧，我先至會買，因為我嘅買賣嘅方法我係屬於右側嘅交易多啲，咁、除非係一啲好靚嘅世界股，我就會用左側嘅交易去。有好多人唔明左側右側，如果冇上過你堂嘅話，唔明唔緊要，係啊，好係啦，等我揾下先。什麼叫左側右側咧？咁樣哇，免費同你上過左側右側堂咁樣。咁因为佢成日上堂嘅时候都会讲下自己系嗰啲咩质交易啊咩质交易咁样嘅，咁啊真系有啲听众系唔系好知嘅，因为我 feel 到佢都吓嚟紧都会几多呢啲 terms 可以讲下。我揾要我最紧要揾得翻出嚟啊！睇下个 PowerPoint 喺咪度先啊！好啦，开到出嚟啊！即刻系哇，好爽！我觉得今集听众好幸福啊！系啊，本身呢啲都即系纯粹讲左质交易同埋右质交易咧，应该有好多。上網都可以找得到的，咁啊嗱，我哋咧唔會睇依邊依啲嘅，依邊依啲咧就係會買埋沽落去嘅時候咧會用嘅一啲指標啦，或者用一啲策略啦。由於我哋淨係買股票，好多時咧淨係買 long 啊，即係買上去嘅啫、好啦，依、這個咧我哋左側嘅交易咩意思咧？即係話喺下跌趨勢時咧就會買貨，嚇佢哋係搏緊咩咧？就係、我不斷喺度買因為佢跌緊落嚟啊嘛。我依度買啲，依度買啲，依度又買啲，依度買啲，啊買到個底底，扣底佢啦。係啦，咁你個平用依個平均成本法，咁你有好多錢嘅，咁你咪可以買到落嚟。一翻身嘅時候，咁、由於你喺上面又買啲，下面又買啲，你個平均成本就好低嘅啫嘛。咁、你一衝上去嗰時咪贏錢咯。係，啊依個就係其中一個左側交易最多人會認知嘅一個方法。巴菲特嗰啲咪用緊咯，咁啊佢依只股本身嘅潛質好勁嘅喎，零零一一啦，系啦，
好勁嘅喎，咁啊，巴菲特就覺得，咦，有潛質啦，有個價值喺度啦，咁佢哋用嗰、那個時間成本，可唔可以咁講？佢呢個 terms 嘅，我唔記得咗啦，因為好耐冇用啦，即係價值投資，係啦，佢就覺得呢個價值喺度啊，咁佢咪逐少逐少買，慢慢將佢嘅成本降低，然之後去到低位。上嚟，咁佢咪一個叫做阻質交易嘅策略啦。咁其實阻質交易咧都有好多種策略喺度嘅，平均成本法係其中一個啫。好啦，而我咧嘅問題就係右質嘅交易啦。右質嘅交易係咩意思？係出現咗相對嘅低點後咧，先至進場，即係話買當頭起啦。我哋成日聽到啊，零買當頭起係咩意思咧？其實就係捕捉緊右質嘅交易。當個趨勢發展成功咗嘅時候咧，我哋依啲叫坐順風車。坐順風車咧，我哋就要知啊，架車幾時嚟，幾時開走，跟住然之後咧，開走之前咧會發生啲咩事，咁我咪會知道咯。哦，原來咧突破後咧，我哋先追價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啊，依啲係個阻力，阻力喺度升穿咗，我哋咪買入去咯。我絕對係唔會咧跌穿咗啊，佢又升翻穿咯喎，跟住先買。咁咧你又會變翻咧做阻質嘅交易。左右咧，我哋係要分得好清楚先得嘅。如果分唔到嘅話咧，咁就好似啲人咁樣噶啦。哦，我本身咧諗住趁短距離咧就賺錢噶嘛，但係由於咧你贏唔到錢，甚至乎咧你贏錢嗰時冇走到，咁你長揸咗啊嘛，長揸咗你咪又變翻阻質咯。咁你交叉咁樣玩咧，咁咪就係散户輸嘅原因咯。咁啊，依個就係我哋平時講咩叫阻質交易同埋右質交易。咁啊嗱，頭先講啊，唔講咁多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講埋依度嘅啫，就係佢係代表咗啲乜嘢咧？啊，依樣最緊要夠唔夠時間？夠。好，咁啊，講埋佢啦。咁大家咧以後咧就會知道啦。係佢再講左右質嘅話，就唔需要再解釋啦。係啦，咁因為大家即係買股票又係唔想輸啊嘛。我上得嚟話俾大家聽就係教話俾大家聽，你唔想輸係點樣呢？如果你係用左質交易，你先要了解自己，你能唔能夠進行呢個操作先？你係逆勢嘅操作嚟嘅，即係話你跌緊嘅時候買，所以你喺你用左質嘅交易，你係預咗會跌嘅。OK， 係預咗會跌嘅。長線投資，你唔好諗住跌落去嗰陣時候咧，你就話要走啦，因為你預咗會跌先買噶嘛，係咪？嗱，你會用咧平均成本法啦，或者係橫行突破咧嘅交易策略咧，先至係會適合你嘅啫。好啦，你嘅個人判斷咧係比較主觀嘅，判斷買入嘅時機咧就係睇下你自己有幾多子彈喺手啊。好啦，代表人物咧啊，冇錯，你係巴菲特嘅徒弟嚟嘅。如果你係左側嘅交易咧，恭喜你啦，你應該成為股神嘅徒弟之一啊！你係用呢個左側嘅交易嘅。咁啊，嗱，你嘅時間成本係咩咧？係較大嘅，即係你要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而你咧承受嘅風險咧，亦都係要較高嘅。OK， 嗱，好明顯啦，即係你適唔適合玩咧，就係睇依度啦。你嘅交易成本咧，冇錯係低嘅，即係你因為你慢慢買嘛，你咪唔需要一大嚿錢咁樣推入去咯。好啦，而獲利空間咧係較高啊，你諗下。連個底都俾你買埋啦，個底都俾你留到啦，你仲賺得唔多？所以咧，巴菲特勁嘅地方就係佢跌嘅時候就唔講嘢嘅，嚇。當佢升嘅時候咧，就話俾你聽啦。時間證明啦。係啦，佢淨係講一個時間證明一切。所以咪就係靈魂人物咯，係咪？好啦，然之後咧，資金咧，記住多子彈要夠多。頂你唔好，係啊！你唔好嚟攞住$30入嚟買，你話俾我聽，我要阻質交易啊！黐線嘅咩？冇可能嘅，即係你係搞唔掂嘅。咁啊嗱，適用嘅對象係長線嘅交易者、基本分析者同埋識財技嘅人。你識依三樣嘢咧，你就可以做得到啦。好啦。下面那些呢他基本上就不會洗倉的，因為呢你要洗的倉都被你買了，都 低到沒有一個低，你不斷地買通常都是你洗下來的，就是你自己怕你就沽好了、啊你能夠呢避開了什麼呢？避開了 頭初段你吃不到，就是說 你呢就有個機會在頭段已經開始賺到錢了，由零開始賺到錢、啊、你又可以告訴你個底就被我撈到咯，這些最黑人的當然你用錢 去找出來嘛。好了，但是呢你就避不到呢空頭、啊、即是突然之間有人沽空它的時候呢、你就避不開這件事、好了，這邊就是左側的交易，右側的交易者呢就是順勢的操作，即是說呢我升的時候我才買的、啊、
但是呢你會面對住一啲嘢喎。你用嘅交易策略係咩啊？破腳穿頭啦，即係頭先我哋嘅阻力位啦，突破策略啦，同埋價量齊升。你係咪好熟啊？全部係你嗰啲 terms 嚟嘅。Exactly 啦 ，exactly 啦，係咪？好啦，你係跟隨市場嘅信號，即係話咧可以好即時嘅，即係你見完佢出現咗之後咧，咪就係升咯，升就係升咯。所以好少人咧會見到我講完嗰啲股票唔升，唔升又會點做咧？會講到嘅，跟隨市場嘅信號咧就判斷走啊。指示係啦，指示都睇錯咗咯。咁啊，投資大師有邊個咧？就係威廉江恩啦，即係江恩嘅理論啦。咁啊，佢有佢用嘅方法，我哋就有我哋自己用嘅方法啦。時間成本好少嘅啫，即時反映到嘅。所以咧，你就唔好同我講話啊，判斷錯咗喎，錯唔錯得 ？Sorry， 冇得錯嘅。好啦，然之後咧，你可以承受嘅風險咧較低，你都走咗啦，冇風險可言啦。但係你嘅交易成本可能會好高，視乎你賺幾多錢啦。嗱，你話你賺棵菜嘅話咧，就唔使好多嘅啫。但係你話你講到自己你要賺百幾二百萬，咁你首先咪就係要有百幾二百萬嘅成本先咯。所以咧係較大嘅，因為你冇可能短時間有一個好大嘅獲利喺背後噶嘛，係咪？好啦，然之後獲利嘅空間咧係較低，點解咧？因為你睇到新嘅趨勢嘅時候，一升上去咧，你又唔想面對風險咧，你就會係少啲嘅。咁但係，你的時間值少了喎，咁你相較起人哋嘅時間值咁高的時候，你除翻出嚟其實都是差不多嘅啫。好啦，資金需求咧較少啊，咁你嘅資金咧其實你又不需要很多咧，就已經可以用呢個油質交易，可能幾萬元啊、十萬啊以內的數咧，已經可以進行交易嘅，因為你不需要平均成本啊嘛，慢慢買進啊嘛，係唔需要嘅。好啦，適用嘅對象咁啊，記住啦，中短線嘅交易者咧，或者技術籌碼面嘅分析者咧。你都是適用的，即是話你可以看住幅圖咧，你就已經識炒的人咧，係可以做得到啦。好，最大的問題會遇上咩咧？就是啊，上衝下洗啦，即係突然間大升急升的時候你不走啦，或者大跌的時候你又話震倉啦，你係唔可以將阻則交易的 terms 咧擺落嚟用嘅，用咗嘅話就會產生連虧，連續的虧蝕。由於你要避開呢個連續的虧蝕咧，所以咧你不需要考慮我是不是要跟他交心，我一即時反應到就用市場的信號判斷就可以了。好了，而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能在大空頭初期就避開，因為一跌下來我都走了，甚至乎其實有一樣好處就是跌到落底的時候反彈我們就可以買入，是看回那個信號咯，這樣是的。這個就是左側交易和右側交易了。好了，那觀眾的朋友你們可以考慮一下，如果將自己的投資策略分成這兩樣東西的話，究竟你是屬於哪一類呢？而自己是不是能夠勝任呢？這個就很重要。Carson， 我希望你可以再留多一陣，因為我已經想到一個方法去解決你找不到 QR code 的這個問題。但是說之前呢，我就想說一隻2878先，因為這一隻呢晶門半導體，雖然呢江山都有說過的，不過其實他本名真的姓王的，但是呢這一隻呢，為什麼我都會覺得我會小注落釘去觀察一下呢，就是我看到那個買賣盤呢是很奇怪的，買盤又大，但是在賣盤看啦，這個位置88的時候啦，跟住92啦、94啦，都是零零舍舍有大位是壓住了在那裡，好像不想讓你升上去這樣的。然後在83啦、82啦和8的時候呢，即是講毫子啦，都是有大手好似想自己攞翻貨咁，所以咧我就係小注咧落咗一個釘釘仔咧，就觀察住呢一隻股票先啦。咁我見到你都有畫到啲三條紅線啦，同埋一條綠線嘅。咁你點解會觀察到呢一隻，或者你嗰個睇法又係點樣咧？等啦，都係我覺得即係睇下你可以嘅忍耐力有幾強嘅啫。咁我覺得如果你係中意依晶片類的，即係玩芯片的，咁啊依只又是必定要留意的股票咯。係係係，向下炒太高難度啦，哈哈哈咁樣。好啦，咁我點樣諗到嗰個解決方法去掃個 QR code 咧？咁啊，麻煩你開你個 YouTube。咦，咁樣好醜！
即系你开一开你个 YouTube 呢、這个呢、這个节目我嘅我话事咁样，咁啊跟住你就开一开你嘅 YouTube 啦。咁大家可以睇到Gary Sir 嗰个 YouTube 咧。你唔使开 Studio， 我直情系开个YouTube 版。YouTube 版寻物嗰个啊？系啦，咁啊跟住咧你大家啦嗱睇到啦，而家呢个嘅 video 就系 Gary Sir 嘅 video。咁啊跟住你放大咗唔得噶，你我可能要避开啊，因为。你要每系啦，跟住你后屘去到中段嗰啲时候，又要睇我有几靓仔。系啦，真系唔好意思啊，又要睇 Gary Sir 几靓仔。OK，stop 咗佢先 ，stop 咗佢先，系啦。跟住咧，大家可以睇到咧，不过我遮住咗啊吓。呢度你可唔可以搵个 mouse 遮一遮？系啦。呢、這个唔得噶，佢哋都嘟唔到嘅。呢个唔使嘟啊。呢个啦。系啦，你可以嘟呢个。Gary Sir 呢個葉師傅呢、這、一個，咁大家咧都，咁你可以放大喎，呢、這、一個應該可以睇到喎。啊，睇唔到啊，都睇唔到啊，遮住咗，唔緊要啦。你哋自己去 YouTube 就係呢一個 QR code 啦，大家記得。Gary Sir 理財葉師傅咧都好嘅，所以嗱教咗大家點樣去 scan 個 QR code 啦，咁我都 highly recommend 大家都可以入去交流下嘅，好似幫你拉緊客咁樣添，係嘛？咁拉緊啲學生入去，唔係，但係好噶，因為可以討論一下啲股票咧，避免喺呢一個中伏啊，係啊，避免喺呢一個咁大波幅嘅市況底下咧，俾人 fix 上 fix 落啊咁樣。咁啊，今日嗰個時間又真係差唔多啦，然後有冇啲咩嘢？都想跟大家講下。其實我今天咧睇有個大市啊，尤其是個大市咧係幾大突破嚟嘅。咁啊，近期嘅成交額咧都比較細。你見下我哋做完呢、這個上半週去到900億，唔係今日算多咗啦。係咪就係咯？平時係500多億嘅啫。嚇，仲要係升上去，似乎咧轉勢在即咯。希望這個勢頭可以 keep 到去升穿呢個25,500點。咁如果升得穿25,500點咧，咁啊恆指咧亦都會見到咧出咗個圓底出嚟嘅。個圓底出咗咧，開始做突破咧。哇！如果今年年第一季可以升穿26,600咧，今年有肥雞餐，今年就會係肥雞餐啦。喺新年前。第一季前啦。第一季前。係啊。因為佢通常都係三月前啊，係啦，四月前，三四月係，係啦，因為佢升得穿嘅話咧，其實意味住咧，佢已經脱離下降嘅軌跡噶啦。而家好明顯係一個下降嘅軌跡嚟啊嘛。但係如果佢升穿到26,000幾咧，即係去到依個位，係咪一個好靚仔嘅樣咧出咗嚟咧？係啊。咁到時大家就有肥雞餐食啦。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啲，無論係大價細價。都要睇住啦，同埋記得睇個節目啦，咁樣係啦。今日真係多謝曬 Gary Sir 啦。咁啊，臨走之前我都要報翻嗰、那個朝頭早嗰個恆指價嘅，就係24,689點啊，升多咗561點啦。咁啊，大市成交今日912億啊，接近913億噶啦，咁樣。咁應該今日都1,200億啦，我估。一定唔止噶啦。唔止啊，唔止啊。係啊，我睇下可唔可以去到呢啲位啦。咁啊，轉頭晏晝咧就再同大家見個面啦。咁啊，而家就輪到阿澤佢哋咩？係咪放假前買得開心，坐得放心，賺得愉快啊？我都係講一句，新年前咧。吃咗先，太利是，攞住啲錢先，系啦，咁啊，大家就有啲咩問題可以繼續留低，同大家去傾下偈啊，轉頭再解答大家問題，好啦，拜拜。拜拜。